度时尚影响力女明星程潇，时而活泼俏皮，时而优雅性感，极具个人风格的甜酷穿搭，如同她的专业能力，多变又极具新生代影响力。也请两位一起来到舞台中央，为程潇颁发我们的年度时尚影响力女明星的荣誉。请一起合影留念。谢谢，谢谢子琪，谢谢尚文杰，感谢两位，我们请稍稍留步。稍稍非常的辛苦啊，刚刚从米兰时装周赶回来，今天就来参加我们的搜狐时尚盛典了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分享一下你的心情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程潇，然后昨天刚刚从米兰时装周回来，就是为了参加Sohu的时尚盛典，就是时装周的，也是因为很久三年了嘛，我刚刚也说到了，然后我们中国没有参加时装周了，所以跟我的团队啊，我们都还是非常激动的，也是非常愉快的旅程。现在时差倒过来了吗？完全没有时差，完全没有时差。那其实陈潇跟搜狐有着一个非常奇妙的缘分，因为搜狐的生日就是潇潇的出道日，而且你本人呢也与搜狐同岁，一起成长，一起进步，一起散发出青春的气息。那么作为25岁的我们最正当年的年轻人，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坚持？就还是一直努力吧，然后我想做好我手上的每一份工作，也期待以后有更大的舞台，更大的平台。我们也希望未来看到潇潇更多精彩的表现，谢谢，再次恭喜。我接下来要把舞台交给戴军哥。